What?击杀机会是非常之高、哦，线上是有着纳迪鲁斯的情况下面，闪现这边是没有控制到对方，但是这个时候利用个深渊铁矛勾到三个闪现，闪现呐、啊，一波 all in， 但空月几乎是没有在线上露头，也没有跟对方有过任何的碰撞。那真的到了终极团战的时候，其实没有变成快来了。这边的话，先用重击环速道之后，两边交出自己的闪现，想要留住 rest， 有了。哇，在刚时候穿墙进来，这个距离是有点点远。对，一直飞弹直接扫到，我用这个框挡住，再交闪现，这边是想要杀空月，又进对面的身体再出来，这次又现在是选择了又往下了，找找看下路有个机会。这时候空月也再要看一下 ，Fofo 的支援也过来了。但是开在塔下的话，其实还蛮危险的、哦。打了爆破球过下来，后方一个潜航冲击，然后这个时候闪发哈娜跟上后面一系列的一个伤害，看一下 Bridge 是直接倒下了。带掉的话是非常亏的、哦。沉默这边隧道啊，沉默隧道点燃普攻、有机会直接秒杀，闪现普攻有吗？伤害点燃不够，反身差点被对面给做到，哇，差了最后一个 tick 啊，没有死亡，而且后续 TP 这时候也是赶来支援了，是微风的一个 TP 相遇了，但是应该是不太敢做出一些碰撞。这个时候下半部的话，吃的屠戮过来，直接想打，搭配的是最终偏障，直接控制住对方的一个辅助，看一下 Koala 的血量感觉不太够了，死人喽这边。直接交出闪现之后，最后一个 Q 技能逼出的是 Koala 的一个金的怀表，但是这一起来反身开了一个潜航抽筋，然后再利用勾是勾了回来之后 ，Breeze 的血量也不太够了，猫看起来也要死掉了。这个时候 K 直接从 Breeze 身上掉了出来之后，直接被凯莎给收下。剑装其实都已经出来了 ，GOP 800跟双翼斗篷是他的一个 Power Spider， 对方都在靠上半部的哦。哎，这边 Koala 有点危险，哇！然后后续的一个智慧白转的伤害是直接把 Koala 给打倒了，我这伤害是有点浮夸了，而且。所有人这边左边三个隔墙一直打人哎、欸，中立吧！这个墙壁真的有点太可怕了。对他这是隔着墙在打架哎、欸，好强啊！投手，这个 poke 有点厉害的、啊。这波的话又要继续往前抓到对方哈娜，但是后续有 J Team 所有成员过来支援了。这边虽然说他已经进到对方的一个肚子里面之后，叫出闪现往上面去拉，但是。全部成员决定直接涌了上来，而且连猫咪都要一起陪葬，速度也是蛮大的。一直在找人找机会，又再一次的附身往前过来，同样的套路哇！打在哈娜身上真的是超级高伤害，而且后续的一个等离子火箭把哈娜逼在一个比较危险的位置 ，Rock 上前直接秒杀之后，后续一个猫咪的大绝最终篇章是把对方给逼了后退，但是前方 Rock 就没有办法这么好运了。但是侧面的话，看一下尤尼波的位置有点危险，从击杀那在另外一边 JT 就有一个机会可以来掌握这条的火龙，先把它拉出去。但是空月也在旁边不停地带着猫咪进行骚扰，很想抢，很想抢。空月看着火龙想吃，在凯莎拿掉，反正还勾到了，看你交出的惊人，不过包离他而去。包说这个人可能会死，离他而去吧。然后 BMAD 来过来打一个他们想要的团战了。我不过有缺克，前面有提到这个看他的墙壁，又被勾上了，这是没了惊人，只能先行附身。就赶紧过来。哇！不过出来瞬间还是被秒杀。小 B 的位置哦，不过利用惊人的话，算是拖了非常多时间。哇 ，Rock 看见跑不掉，被留下来之后 ，Fofo 已经拿到了是大杀特杀 ，Killing Spree， 而且 Uniboy 被缓速留下来之后，只能交闪现往后拉退。墙壁人生玩出火来了，被勾出来打一个了，真的勾到了。来，我有一个等级飞弹直接炸断，但这个炸的效果没办法根据后续的大绝，这个进场的看也打不出伤害，让对面 JT 直接把中水兵给拆了。哇，也同时下路的小兵也直接淹进来，三兵营。守护女生的状态，这一次是面对到的是 Matting 这边要来把这个兵清掉，其实都有一点困难。那来看一下这一波的话，有要来进逼了吗？看你躲在墙壁里面想做一些尝试，但没有办法。不过凯莎却被打残了。掉了一半的血量，JT选择想要撤退。
我觉得还不用，因为有水龙的关系，他感觉可以在上面后面稍微晃一下。凯撒有 TP， 凯撒有 TP， 但是这一波的话是直接选择要打，看起来蓝宝大绝其实撒的还不错。但这个时候 Fofo 开出了自己的一个大绝之后，前方 Colas 被留了下来，应该要先行倒下喽。够的。那这个巴龙出来之后 ，MAD 是完全没有办法进行防守，有巴龙 buff 的一个压制，现在 MAD 要赌一边打了，凯影飞了，往前搭猫要冲。没有抓到 ，CC 不够。哦，这边的话反倒是有点危险了。哇，凯撒这本能直接往前想一套秒杀空月，看一下这边先交出惊人，小 B 先想要多靠一点时间呐，因为看 B 低了，因为可以要把你家给拆掉啦。小竹子 Breeze 闪过来，但 Raze 说：“我抖得开心，我赢得爽快，2-1。”JT 拿下这场比赛，目前是两胜的一个成绩啊，就位居的是 MS 夏季联赛的榜首之位。哇，没有想到，才真的是成功让 JT 用四亿分推，其实好像也，反正他成功的利用这种分推角色来结束了这场比赛，把这场珠宝给拿了下来。不过在这一场，这虽然没进想了一个是我们其实在这个在中期才突然了解的一个套路，也就是所谓的这种附身流。对， 对不对？附身合体通灵王的套路，但他套不出结果，而且一被勾一出来瞬间秒杀。可能他们巫力值还不太够啊，他们的巫力值有点低啊。请你先去找安娜修炼一下，可不可以？反正就是这个对决，我觉得比较惨的是这个 poke 体系其实效果还不错，而且能做到就是一剑。